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无不起早的变形金刚》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318集的节目。今天来给大家做工作室系列第86号里头的第二个产品 Cup。那么我过去的 Cup 的玩具呢，一共呢加上手上这个应该是有三个。首先是经典 3.0 的时候呢，这一款做的非常魁梧的啊，但实际上这一款应该是比较接近到 IDW 里头票悍的一个士官长的一个不是沙军 Cup， 应该是中式的感觉。那它的话呢，原本的话应该是有个叼着烟的一个造型。你可以想象变形金刚第五集那个探长啊，不对，第四集那个探长叼了一根像是火星塞的那个雪茄的啊，应该就是从这个地方的 idea 来的。那么这个玩具的话呢，现在的话呢也是比较不容易买到，但是还原度来讲的话，各位看得出来其实跟巨万家店里头是有相当大的差别的。那之后的话呢，在泰坦回归系列的时候呢，又推出了一款啊，这一款是泰坦回归系列里头 Deluxe 等级里面呢，我个人呢是给予几乎是最高评价的一款。它的变形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精妙，在还原度来讲的话，在当时已经做到非常的像了啊。但是呢，我们今天的这个 SSD 86号的话呢，可以说是做到了更加进步，更加的还原，非常非常漂亮。头调的话也很还原啊，就是一整个老头的一个样子。那么老头呢，在很多冒险故事里头呢，都是非常需要的角色啊，老头啊、胖子啊这些啊，都是很重要的配角啊。那有没有很胖的老头啊？通常胖的人活不到老啊，所以呢大家注意身体的这个体重的控制啊。像我最近的话呢，就觉得实在是不得不控制一下了啊，因为我不想变得很老的胖子。来吧，那个这个头雕的话呢要注意一下，在变形的时候它是有一个翻折的一个动作，但是呢真的第一次变的时候呢，真的一个不小心就蹭到鼻子了啊，又是一个被我玩到破相的一个变形金刚啊。这个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，待会变形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了。胸口的不对，应该肚子上的薄派标志非常的明显啊，这个地方的透明件啊，配合里头的这个造型就非常的好看。我最喜欢它的是这一代的这个线条，做这个弧形啊，在这个机器人的身上做这种圆弧形啊，加上人脸的话我就会很喜欢，非常的棒。那它有一个很莫名其妙的一个地方啊，你看那个拳头的时候啊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拳头啊，所以你把这个手雷啊，这个手雷我先把它拿掉，这没有什么好讲的啊。我看到这个手的时候，我想啊，真可惜啊，这个手为什么是拳头里头有一个洞啊？如果是爪形多好，我就拿起来要转，结果我发现我转不动啊。后来我才知道说，原来它是整个胳膊这样子下来，它是一整块的，是一个零件啊。然后呢，就我还想说是不是对不对？你可能又提供一个配件包厂，那个换拳头把它换成爪形，真的会好看很多。因为如果换成爪形的话呢，你可以做一些摸头的动作或干嘛，会生动的很多了。但没想到它居然是整个小臂是一块零件啊。这里的话是有一点点齿轮的一个齿轮状，它这里是有一个齿轮的一个会卡住一点点，会卡住的这个结构。但是呢，有啦，但是比没有，但是就是有比没有好一点这么说。但是它这一块部件很松啊，就稍微转一下，你玩着玩着转一转，这个手就掉下来了。或是你这样甩一甩，有时候他手就会掉下来。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一代为什么他们是用这种，通常我们这种球关啊，我想想，通常也找不到。通常那种球中的那种关节应该不是这样子的啊，怎么会是这种类似就是拔叉呢？怎么会这样子？我不是很清楚了啊。那后面这里有一些小偷胶，那腰身可以转了。第一次转的时候是比较紧而已了啊。那就是反正我觉得这个手的。就这一段我不晓得为什么要做成这样啊，这里容易掉，然后拳头不能转，就这里比较可惜。脚的话呢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可动啊，那这里也很好，不是球形关节啊。那这个脚的话有一个接地，然后呢这个腿的造型呢非常的扎实，很饱满。这个人物的话呢，其实以造型来说，我个人人形的造型来讲，我可以说是给到很高的分数了啊。这个背包完全可以当成是一个战斗用的一个背包，背在后面我是个人是可以接受的。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的一个变形过程啊。首先的话呢，它的一个脚，我先把这个脚跟各位讲一下，它这个脚说明书是有提到啊，从这个地方打开之后啊，里头这个地方是把它推出来，推到这边再把它给盖回去啊，从这个地方扣另外一个洞把它给扣进去啊。简单的说就是变成一个外八了啊，这个地方在这个时候先讲好了，你可能比较清楚。这样打开之后再把这边这个凸啊扣进，这里有一个洞啊，这里把它给扣进去。总而言之就是把它变成是一个外八的一个造型啊。这个腿的话呢就先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展示。这一块部件的话呢打开，待会是要推到前面去啊，你就先把腿给变完算了啊。这里
OK， 这个腿的预备动作已经 OK 了啊。再来的话，它的说明书的讲法是说，把头是一定要转180度，没有错。再来的话呢，把这两个部件的话呢，我把两侧给打开，然后呢，后面这个地方背包也是给打开。那我提一下啊，这个背包这里，在这里啊，这个黑色部件啊，黑色部件是要卡进这个后面这个部件里头的，所以这个地方记得要把它给卡进去，这样的一个人形下的话呢，一个密合度会更好一点点。好啦，两侧的这个轮胎呢，从身体里面翻出来。再来的话呢，把这个头的话呢，头就是摆在这儿而已啊，并不需要做特别的转动啊。然后背包这个部分统统给打开，打开之后的话呢，按照说明书的变法呢，是把它呢一往下折。请各位记得啊，我把腿往前放是方便给各位做一个展示。你就记得，这个90度啊，这个90度要保持住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地方是往上推，推上来就是把这两块，这里有两个凸，把它扣进这两个凹里头去。那这个地方的话，推的时候呢，就是这个时候推的话，就是这里这块部件也要往下面拉，这样子，然后往上推上去。各位，你可以看到啊，这个脸的话呢，要把它给压住啊，抵住，让它在下面啊，你不要让它往上移动一点，往上移动一点可能就蹭到这里，鼻子的话呢可能就掉漆了啊。这一点的话一定要跟各位特别讲清楚，说明白。然后这个地方扣进去，把它给压进去啊，那维持住这个下半身那个90度的一个角。那这里是有一个双动关节的啊，记得把它给推出来一点点。好，这样子你看到没有，这个脸跟这个黑色部件是几乎是要贴到一起啊。所以在这个地方把玩真的是要特别的去小心一点点。再来的话，我们把这个手的话呢，这里有一个应该先把它转出来啊。这里手的话呢，在这个地方啊里头它是有一个关节可以把这个手给转出来，哎，看到了吗？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，就是这个铆钉处的位置啊，你把它往外搓一下，它基本上就会转出去了。这个地方好，转出去。再来我们怎么做呢，把这个我们刚刚这个腿啊暂时先把它给打开，这个部件往后推进来，把手呢转到下方去，把手转到下方去。好，转下去之后的话呢，我们是把手的这个位置啊，记得这个手肘是往上，可以往上抬的，往上抬是朝这个方向，你就记得待会手是摆这个齿轮状是朝上面。好，到这个位置上面，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就把腿呢开始进行一个合并了啊。这个地方有点爆开啊，不过这个无所谓。腿的话就这样子捏住，脚的话就直接的往上面包覆上来，这里也是一样往上包覆上来到这，然后呢两个腿这里做一个简单的合并。合并之后的话呢，这里合并之后的话呢，你看到没有，这个拳头有个洞，就要是握住后面这两个凸，就把它往后面推。 OK， 扣上去了，这里也是一样扣上去了啊。好，那么呢基本上已经变形的差不多了，最后就把这个部件往前推，推进来之后呢，这里有一个凸要插进这个地方，有一个小小的缺口在这儿，就把它给由后往前，然后呢稍微的去利用一点点塑胶的韧性把它给推进去。好，那这侧边的话也是一样的，这里好到这边那算 OK 了啊，这里也是一样的，这个地方把它给推进去，这里往这里压进去，脚的话呢就做个简单的合并。好了，那么呢实际上呢，为了跟各位做解说的话呢，就变形上会稍微有点小卡。实际上你在胸前自己一个人掰着变形的时候呢，它的变形还算是比较流畅的。唯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脸的话呢，就不要去蹭到那个鼻子啊，非常非常的可惜。再来呢就是呢它的一个滚动性的话呢，其实呢是要稍微做一个稍微比较努力的调整。因为呢我手上的这一款呢，这个轮胎本身的滚动性呢好像就没有很好，这个还行你看到，但是这个的话基本上滑不太动啊，那这个已经是我的极尽所能了。这个因为已经里头明明就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可是它还是滚动性本身就是有问题，所以就比较弱一点点，应该是个案吧，我不知道大家的情况怎么样。那这个是很还原到电影里头的一个形象啊，比起之前的任何一款我手边的这个 Cup 来说呢，这个载具的话呢都是更加的贴近的。然后它的这个配件啊什么的，这个我记得是装在这吧，就侧边这里把它给扣上去。然后另外一侧枪还算合理啊，这个扣在这里
就当成是一个外星的一个战斗用的一个装置吧。那么总的来说呢，这一款 SS86 号之二的 Cup 呢，尽管呢在变形上面呢可能没有之前的泰坦回归系列那么样的精妙啊，用胶啊、透明件啊、涂装呢也没有 3.0 那么样的豪华，可是在人形跟车型的还原度上面可以说是做出了将近100%的这个进步啊，非常非常的棒。摆在桌上也好，放在那个这个厕所啊，你就拿起来玩啊怎么样，都是可以很放松的。然后呢，这个如果你特别还喜欢大电影的话，你要凑出一个 G1 的这个博派小队，我认为这一款的话是非常非常不容错过的。好，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进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